好，那我买这个也好用，它是直接卸眼妆的，这个也好可爱，这是学生风，它是珊瑚色系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下班了。今天很开心，因为我今天下班不用接着去接小孩回家，因为今天是日本黄金周连假的最后一天，小朋友不能送托婴。可是因为我跟我老公都要上班，我婆婆放连假，所以婆婆就说，那今天她帮我们顾小孩。最重点的就是因为距离他们回来还有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今天是可以下班之后先回家休息一个小时再面对他们。这一个小时很珍贵。其实我现在跟你们拍影片跟你们说这些也没有特别跟你们说什么，我只是想要说我下班可以先休息一个小时耶、yeah!去札幌的路上，这几天都下雨，好讨厌哦。我今天跟朋友除了吃饭以外，还会去小逛街买东西。来了来了，又是你们喜欢的札幌逛街。哎、欸，好久不见的感觉耶！三月底，对不对？三月底差不多。我可以这么久没有见到你。我们现在找到我们午餐要吃的，一样是大呼呼，上次有来吃过，那时候点这个还有一个鱼的很好吃，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要再吃一次。我们现在吃完饭了，一样老行程，每次都会来逛的十里口饮，看看它现在有什么新品。现在应该都是一些野餐的东西。这个是带饮料的，好狂哦！连野餐都还有出这种东西，野餐餐具，还有那个、啊、野餐篮，抓虫的。对，现在夏天要开始，小朋友要拿着网子出来捕虫了。这是放大镜的，超酷啊！哎，真的耶，这样方便小朋友观察。现在还有出小尿桶哎，男生的小尿桶，这车子好有质感哦。因为要夏天了，开始出一些水池的东西，还有游泳圈。这眼镜也太小了吧！小孩戴的、啊，嗯，很可爱。还有小花朵的。我要买一个便当袋，不然我每天都拿超商的袋子。还蛮亮的，有点造型。今天想要找的耳环主要都是上班的时候可以戴的，会找比较小的。嗯，这个也可以耶，买。这个好像是新的，之前没有看过。刚好我们家想要换砧板，这个之前电视上也有介绍，它就是洗碗巾，那你在洗碗的时候就直接从上面按压，不用再用倒的。我有想要买一个这个。你会觉得你去晃一圈之后，我的菜篮东西变很多。怎么卖这么多？大概塞了什么东西？也还好啊，我大概塞了六七样东西而已吧。有一样是我的，有一样。哦，这有一样是你的。这个是放冰箱里面的酱料罐，就放瓶瓶罐罐，然后可以旋转。就是你要找酱料罐，你就不用再一罐一罐从冰箱拿出来，就直接这样子转，对，就可以拿到了。可是讲这么多，我不会买，因为我不需要。对啊，而且这个啊、哦，这个又要骗男生女儿了，不行，好可爱哦，这个也好可爱，这是学生风。它可以，你可以这个搭上男生搭也很可爱。对啊，好像有点想买，可是弟弟前一段时间才买两组口水巾。我觉得他的便当袋比较可爱。好像是，他不是便当袋，他只是一般袋子。对，他只是一般袋子。而且我看到他价钱的，不要，不需要。
不用，是不用了，好，放回去。瞬间回到现实。对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它就是放在浴室，让小朋友可以做冰淇淋的，很可爱。这 Sweetcoin 也有卖。你看旁边还有那个，它还有空哎，就是那个挤泡泡出来做冰淇淋。啊，刚我朋友说我们家很适合买一个，我说不行，因为如果这个再买下去，我们家水费会更贵。他们父子洗澡一定就洗到不出来，我们家水费已经够贵了。对，如果讲到这个，大家一定就是说，那你们家水费多少？你们猜看看，水费是两个月一次，然后每次我们收到9000起跳。是跟那种台湾那种几百块根本就不能比，日本的水能源类东西都蛮贵的。我现在来逛这间也是一个卖厨房用具的店，我应该第一次带你们来逛这间，但价位会稍微高一点点。我现在看到那些厨房锅具，不过还蛮冷静的，因为再过一段时间我要开始用一批新的，有厂商会寄过来，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些我都很冷静，不会买。这边没有冷静，那边没有冷静，这真浓哎，也太可爱了吧！就小小的，两颗都有点叽里叽里耶，两颗。我发现他们现在镜子很多都会出这种有一段是放大的哎，刚刚我在Sweetcoin看到也是。现在带你们逛这间，我今天的影片会出现一些比较平常没有逛的店，反正呢就一起逛，顺便看一看啊，有看到喜欢的我就会买。之前我跟我婆婆也都会买这个牌子的唇膏，它蛮润的，它保湿力还蛮好，只是它的颜色就没有到很饱和。这次我想要买的眼影是 Essel 的，听说他们家的牌子蛮好用的。可以吗？好看欸，这一色，这颜色超好看。对，但是它就是没有搭配这一色，它就是要一整这样。那这样比起来，我会比较喜欢这一个。下面这个吗？砖红，砖红的吗？对，上面那个比较橘一点。最近超多广告看到这个Takami，Takami，对，好像都是介绍精华的。这个我也有买，这个也好用，它是直接卸眼妆的。这个也超多人来日本会打，好用吗？超多人推荐的，它不会很贵。你觉得好用吗？不知，还可以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看唇膏看了好久，我一直想要找一个这种裸色系的，然后刚好试用到这个爱杜莎的，它的颜色 OK， 而且它是饱和的，我不喜欢不饱和的，所以我决定买一支用看看。干杯！我们今天真的很Tsabisa，没有小孩耶，就两个手空空的。我一直觉得我们旁边好像应该要有个小孩，而且要忙一下。你记不记得我们每次来这间店，然后弟弟都会哭。对。我们每次珍珠奶茶都喝得超赶的，对，然后我们每次都喝得超匆忙泡的，今天终于可以慢慢喝慢慢聊天了。我觉得三很好看三，这个颜色，这个吗？连我都觉得有点心动。看看看，这边应该是三，然后这应该是二，对。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我觉得如果成熟感的话是这边。好，那我买三，我买三，就是那个咪猫雷豆那个。连我都想买三。要快，我们剩3-4分钟。我们剩3-4分钟。你还有时间？我现在脸还是不同颜色的腮红，一边粉色一边橘色。感觉是我来这边左边有灯光，右边是橘的。我是买这些。左边是粉红的。嗯，还是看得出来。看得出来哦。好看耶，但是我觉得这边好看，右边的好看，好看，买的好，一笑的，一笑的，没有买错，对，拜拜，我们过几天，过几天见，拜拜，回去小心了，拜拜。今天是我们家久违三个礼拜，终于全家一起都有放假的日子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小朋友出去玩。我今天想要上次在札幌买的腮红跟口红，眼影也是上次买的 Essel， 它是珊瑚色系的，还蛮自然的。唇膏是爱杜莎的9号，
OK， 换完衣服出门。大家虽然说是家庭日，不过我老公的朋友又乱入我们家了，因为他之前如果你们看那个烧烤店那一集，那个烧烤店朋友他不是现在就已经没工作嘛，然后在他找到工作之前他就会继续一直乱入我们家，而且他无时无刻都会乱入，他甚至连我们之前拍婚纱真正的婚纱哦他都乱入，他真的是无时无刻出现都不奇怪。现在来到我们今天要玩的园区，这脚踏车好可爱，小朋友也可以一起。它有这两种版本的。安吉干嘛的？好像托儿所的车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好可爱哟、哦，旭啊，你看他们在吃东西。也有骑马的体验，大人才500块，500很便宜耶，等于台币才100，但小朋友要5岁以上才可以。想到要体验坐那个马，我穿裙子，而且是窄裙，所以我不行。旭啊，你还不行呢？嗯，你看爸爸骑。来了，这匹马就是想他要坐的。すごい、めっちゃすごい。拜拜。旭呀，拜拜。すごい。すごい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感動しました。なんで乗んないの？気持ちいい。気持ちいい。现在来到这牛奶的地方，它也有一些体验呢，挤牛奶，还可以烤肉。他们的体验不是让你体验去挤活的牛，是这个假的。我们本来是想要体验，但不是活的牛，所以算了。这里面有卖冰淇淋，还有一些吃的东西，进来休息一下。里面也有卖牛奶酱，米露库加姆，也有卖起司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健雅第一次吃冰淇淋，现在眼前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挖马铃薯的，只是现在不是季节，之后再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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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真正大丈夫。这样也要玩吗？我到底是在遛儿子还是在遛老公？老公真的是另外一个大儿子。脚踏车了，好厉害，多谢你们。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山豆拉牛，如果你们有兴趣来玩的话，可以我把官网放在说明处给你们看，
这边超佛系的，它完全没有收门票，而且停车场有免费，只有你如果要体验里面的一些活动，它会额外的收取费用，但是都很便宜，所以很推荐大家来这边遛小孩。